启动 MyViewport。那 MyViewport 装完以后呢，第一次启动它，不管你用什么版本，来开起来的时候点这里，那这边要点启用，那点启用的时候你要输入你的电子邮件给他 ，OK 吗？那输入我输入这个肖行政的账号密码，我们刚绑定用这个啦 ，APPS.NTPC.16.TW， 那打两次哦，要打两次哦，打两次哦 ，OK 吗？那送出去的时候，等一下呢，你要去收信才算正式启用，所以送出去那瞬间还没完。必须去收信。好，来，老师看一下吧。本软体已经注册跟启用了，因为我们刚不是曾用这账号注册过吗？这新北市的肖先生账号密码，来开起来的时候在这里。那在右下角这里点一下，还没完，还没完，是还要点哪一个？迪迦，有看见吗？使用这个哦，使用这个哦。点这里的时候呢？那开起来这里要做认证。好，那你看一下哦，已经成功登录了，成功登录了。